高雄民农嘅面拍板上下二讲就改叫名。我认为以前案例开，最近起嘅是面拍板嘅警察唔单止社会白杀，还有压榨强求就冇做安东嘅胜利，强某人彼此基本素质，后半点咩做得深深下去。其他吹弹全都集中嘅，以前吹弹啦吼，一定十装个灯笼来算钱。虽然作为旧钱的手托同身名字的登记，不过都是当初的时间，点多迎客杀比前一波的寒售的钱多。从高雄传出疫情以后，你用半条街压榨，千无格杀。落个差不多两三年，俺客家拢冇出来啊，拢今日哈落个安尼实名制要签名安尼，连外带都冇去收啊，客家拢冇人行路诶。对业者来讲，开店要缺工的压力，无开店因为受工的生意、家庭的经济受到影响。面对人客减少压力，业者今天用减少开店的方式，向下突破一百难关。发病前了哈，他还是潜伏期，哦，所以俺一方面嘛保护俺员工，所以俺内容一滴就取消了，弄个外带，哦啊，营业时间嘛缩短，哦，就一礼拜边做生意就好诶。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呐、啊，嗯，因为毕竟像疫情这么严重，嗯，而不它不是像一般的感冒，吃药就会好，人传人很可怕。也今日全台确诊的人数如超过200人，业者嘛讲，七格一定降。虽然春前千重要，不过行系为遵守防疫的规定，希望透过基层的疏忽，为台湾的防疫尽一份心力。下个新闻整份，资广播头。